应该没了。哎呦，哇，都没看到。 哎呦，好冷啊，去哈！我去，来，我操，好冷！直接下来，看到昏倒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天哪，离我们真近，我们都懵了。直接跟那小灯，跟那轱辘。好冷呀！太可爱了。半个身都得半个点儿，感觉。 因为他的趴那好冷呀，他们晒太阳啊，好冷呐那个熊猫，动都不想动了。这不老长，好可怕哈，大的，还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乐了一起乐，一我脱，小圆挺好的，你们在干嘛？你洗了，别让他洗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在干活呢，好逗啊！ 小心啊，好乖！那个不行，他跟了两个，上面两个都没下去，挺硬实。上去，上去。嗯，你还不教？这么听话。看来滚下来，现在听话了。哎呦，不怕打了这。醒了就不听话了哈。嗯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严肃。他说我看看。 他拍打太可爱了，这个他的心是不是？天性哈，嗯，看得很清楚。他是太好笑了，但是太长了，他爬不动。他不爬了呀？哎呦喂！哎呦，这咬，拿水杆咬。哎呦喂！上，走。这俩。你拍的鸟啊！ 真不怕人，你还很享受吧？叫了，你不怕人，你看他这个，那个最小的，忙出猪来，你看，哪个来爬树？就不听话哈！他刚，他咬他，他是没有牙啊，那又想，哎呀，我想，就不听话哈！我那个是那饲养员说，你趴下，你趴下看，哪个还是爬下去？ 那个倒起在去，那个倒起在去，那个倒不下去，我下去了。那个倒起在去，老子，老子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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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妈，搁这当伴郎人幸福死了。又下来了。停下来哦。这个不是吗？这个有爬树。来爬树。他就靠这棵树，啥都不行。这个雷的爬树，爬树，哎，这能上来？你真的能上来？原来。冒会爬树，震死震。我操，他震上来了。啊！哇，老牛逼了，我操！他爬上去了，这爬的还难。哇！这只长得最硬实哈。嗯。肯定最硬实。不听话。来来来，来。谁要离？来，来我爸爸了。上不去了，就到这儿了。抱吧。他说我站得够望得远，我能看到外边是什么东西。听话。到这儿了。你看这个爪。那个劲儿。这个肯定很硬实，慢慢下哈，没事，定着地没错。一点点往下刺流，给它刺流哈，刺流，往下刺流。你把它冲了，嗯，到根儿，是吧？这个滑下来了，定住，终于落地了。老师想不下去，帮我们表演吗？你看它和猫一样，就是平常不出爪。你在饲养员抱它的时候，它不出爪。嗯。还少一个，拿去了。在这里的，不过来了。它也过来了，它也来了。嗯。它又来了。看不到啊。